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今天呢要来做一个透明史莱姆，还有一个刮胡泡史莱姆。那大家期不期待呢？好，很期待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做吧。要准备的材料有胶水、隐形眼镜冲洗液、小苏打水。我们这第一次是要先做透明史莱姆，所以还不需要用到刮胡泡。那还要准备一个容器，还有一只搅拌棒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要开始制作咯。首先我们加入胶水。又要笑场。有吗？有很疗愈吗？请问大家今年过年有没有去刮刮乐啊？你们大家一定很想问我说，我刮过最大的那个的金额是什么吧？这是5000，然后第二步骤就是加入隐形冲洗液，我们刚才加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顾着聊天，所以我就加。第三步骤，搅拌成型之后，加入小苏打水，加一点点，少量小哎什么的，少量多次，少量多次的方式。然后它的情况已经快成型了，你们应该看不到啦。然后慢慢调整它的粘度，哎呦，好粘啊！它还没成型，还没成型。我一小铲，那最后说你要出来吗？还是这样？到这样？啊，其实我不要讲了，快结块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5000块哦！你说我是刮几元的刮刮乐？我是刮100元的，然后我刮是5000块，但是呢要交给政府。25%，翻白眼。为什么？然后就看，就以后就那个中奖金额就写作已经扣过25%的金额。啊，你下那么多，会结块吗？啊，没事。等一下下，最后会有神秘嘉宾，我不会跟你们说是谁的，哈哈。意想不到吧，意想不到吧，滴答答啊哦哦，滴答滴答答答答啊哦哦啊哦啊啊哦啊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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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最后我们还会再讲一遍，但我先自己讲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一个赞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那就按2个不喜欢咯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铃铛、按赞。谢谢大家，还要按不喜欢哦。可以按这个，但按过这个就不会按这个。但你如果按这个就不会按这个，可以取消的。记住。我们就这样啦，其中一个，只能选一个，绝不能这样子。唉，好无聊，就是因为太无聊，所以才要拍影片耶。睡觉。你他们小时候还是从那个方向看的，很好笑，超大的那盖子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快点吧。好啦，我们的透明史莱姆就这样完成咯。我放在盒子里面玩，虽然你们可能会看不到，但没差啦。
哎呀，有点黏哎。有没有看到？这非常的好玩，只是算有点黏。谛听说声。好啦，等一下，既然我们等一下要做透明的，不是刮胡泡山姆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做另外一个山姆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先介绍那个神秘嘉宾前几天做的，然后就是不是前几天，是刚才做的，就是我们还没拍这片之前，然后呢，他要把盖透明山姆加进去，就变成。你有没有看到建成？就当时就在上面这层，其实没差啦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开始在做那个，刮胡泡山。好，首先，等一下我先买好，准备的材料有胶水、隐形眼镜冲洗衣、这个刮胡泡。小苏打水，搅拌棒，还有容器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首先，我们加入胶水，依自己的分量，看你要做多少。我们觉得，我建议是这样子啦，我们就是第一先加入胶水，然后加入隐形眼镜冲洗，再加刮胡泡，然后最后再加成型的东西，是我的习惯。反正就是拌，就是先拌成型，然后加一些配料啦，然后加入隐形眼镜冲洗，然后加入恐怖的刮胡泡，要加喽，大家期不期待？然后我首先走开，我们仔细看一下。有听到吗？有没有听到？请给大家看，看不到吧？你们应该看不到。那我应该就是我、这样子。这样，先不要讲，给观众看。有没有看到这白白那坨？好了，我们就请神秘嘉宾来搅拌吧。成型了，成型了。那其实做刮胡泡山姆根本不需要个小苏打水耶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小苏打水去掉，拜拜。所以跟我看要加，要加，就不要加。其实我觉得这很黏吧，有没有很黏吗？我觉得我看还真有点黏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要调整，不过如果你还是喜欢玩那种黏黏的话，你就不用加。那我们是比较喜欢做一点，就是不要太黏，太黏反不好玩。一点，最后啊，没事，我来跟神秘嘉宾讲话。你们要不要猜猜看这位神秘嘉宾是谁？如果在社口国小四年级的人，那就对我认识啊，因为他是社口国小四年级风云人物，而且四年五班，因为他就是四年五班风云。四年一班有些人还是不认识他，就因为我就是四年一班。不要做这诡异的笑容好不好？好了，其实我们差不多好了。我们继续聊刮刮乐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今年有去刮，你们猜我中几元？我花了600块买了3张200块。你们猜猜看，猜对的有礼物哦，这就是今日谜题。猜中的，到时候抽奖的时候，那个应该还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。抽奖的时候，你会有优先权呢、嘎嘎乌啦啦，没事。哎呦，怎样？发生什么事？快乐吗？不要玩。
然后我们还是要先等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玩我们的史莱姆啊。哎，今天心情的，让人觉得好想睡觉，而且天气又很凉。不行，我们，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家的那个猫咪？我们现在，我们就等一下下，我们就会拍第三集，然后我们要去楼下看看我们的猫咪。啊，还有我们的狗狗。OK， 啊，可以了，但是我不会透露我们家身份，除非在4年1班或4年5班的，或是4年级是狗狗下啦。好了没？神秘嘉宾好久哦。好了。可以完了吗？拜托拜托，我好想啊！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的，刮胡泡史莱姆就完成了。刚刚那抽身，哦，好大声哦！没事，改天生日，看他能不能拉泡，先奶奶。我拉泡技术不是很好。请大家不要介意，好拉一点点就好了。不知道呢。哎呦，黏黏的，还可以啊。啊，那我们，我说了，神秘嘉宾，等下我们倒数5秒钟，他就要出来喽。那等一下下见。